出道前就聚集了超高人气的男团 One and One， 将于11日进行综艺节目 SNL9 的录制。这期节目方面于1日起通过官网开通了放送旁听申请，而计划于7日结束的此次申请，截止至3日上午，人数已经突破6万名。根据目前趋势，此次申请人数预计可以很容易的突破10万。这样的数值相比以往7日1万余名的申请人数暴增了10倍。而节目组方面也表示，为了通过激烈的竞争率获得旁听权的个人们，将更加努力的准备精彩搞笑的内容，为 One and One 专门打造的特别企划也在计划中。3分钟系列和形象细胞研究所等环节则将由11名成员分配出演。